爱搅番茄胡萝卜啊。我喜欢，主要是我喜欢，这是我的一种爱好。我也被捉过，经常被捉，但是很快乐着。我不快乐，我要被捉死掉了。他也被捉了几次啊。对面山上的阿哥，哦，请你抬起头，抬起头。山绿雪白间，萦绕阿妹的笑脸。笑脸。我献上千金，十指连心。掌声拍一下，好吗？为什么要去呢？要看哪里？说。这里是花山节，在山上里面，在山上相亲谈恋爱嘛。峨山州六八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7月26日。找工作，找工作上哪里？当然是文山州汇华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每月3000到10000，有多少能力拿到劳动？可是有网友说不喜欢，等一下再过来吧。加油！加油！好，视频。是的，是在山上山顶上谈恋爱的。都有警察来维护秩序的。二号扬鞭的成绩是高度10米，然后右十字3分8秒29。我们看一下道泽拔杆吧比赛。
什么相亲啊？相亲相爱的人到山顶上谈恋爱吧。故事是什么超工？好，太厉害了！十米，可以了，行了。再来，掌声不够热烈。请叫声。选手李新莲的高度十米，用时42秒18。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三号选手。远处有那个。来点掌声，为他加油吧！还有一米，九米，还有一米就到了。十米，谁到？来点掌声，为选手加油，加油！安利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四号选手杨毅旺的高度10米，用时47秒9。五号李建波，六号杨发辉，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来点掌声！哎，上不了，加油！掌声！下来了，精神可嘉的啊！给你八十多给你搞了。
号选手高度4.5米，用时27秒46。快点！掌声鼓励一下。6号选手杨发辉。7号选手刘佳佳做准备。裁判员，准备开始。加油！八米二。九米。6号运动员的高度是9米，用时是44秒68。掌声鼓励一下。那去年的小冠军要出来啊！今天看他的表现如何，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位，我们现在7号选手刘佳佳，最后一位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第一名，这个可是我们去年的冠军啊！大家再来点掌声，再给他加油加油！掌声在哪里？还有一米，最后一米。时间到。最安静的。我们最后一名运动员，高度10米，用时是36秒18。哦，可能在。啊，明天在搞那第一名，你就是滑倒我了。云南文山马关县。完了。颁奖的地点在河边这个垃圾场上。
这儿。先转呗。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大王湾杆，现在我们推向最后的成绩，第一名刘家珍，大家掌声鼓励一下。第二名杨彪，第三名李新元，第四名杨先旺，第五名杨发辉，第六名李开红，最后一名李先波。你这边吗？我们看，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张志野啊，你再接再厉，下次再来。啊，注意看，大家的地点是当然上面这个观看角吧，这样这边可以到一点。天津主持人给通知的。各位运动员，等一下我们颁奖，在舞台上面颁奖。没有了。那你打过来。赶紧抽了，这边可以抽了。啊，这边可以抽了，这边的。啊啊。我叫了自己，我叫了。哎，我去打开是吧？那我们工作人员，给他帮助我打点菜着了。这边，这边的。嗯，撤掉，撤掉，那赶紧把它撤了。那过去，哎，咱想咋地？等一下会凑多人啊。啊，现在我同志们，我们唱民歌队唱的，你们一边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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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这个花，看住了，好好好。民歌队唱，民歌队唱的，民歌队唱的，啊，我这边唱。哎，胡哥哥，站住！等啊！拿走啦！你就敢听不了？没嘛，唱得很快。哦，唱得僵，好唱腔。那这都弄得这手的，你想干什么的？我多少来我这么
来，你等他点啊。怎么样？这边要在华山酒店。万人嘛，对，民歌，民歌。他被冷着照着，他冷。我要找一个好的位置站着。这里是那个花山节的现场，等一下要那个民歌对唱。现在我再找一个好的位置。先到处走一下，等一下再过来看。
搞我不可以的。各位网友，我现在在的地方是云南文山马关县的花山节现场。
这里是苗族同胞的花山节，也就是苗族同胞的那个相亲节日。陪你欣赏一下苗族的服装。
看一下我们云南的山，云南的水。有啊，我看下面哈，去底部水田里面的，看到了吗？那个民族活动马上要开始了哈，先看一下山。是水田。好像没开始吧。山美水，人更美。这个民族活动马上要开始了。是的，不只是一个县，还有很多地方都过来游玩的。有的，在路边全部是小吃，各种特色的小吃。
三个。都弄没？也可狗包的，几家的？慢点哈。马上开始了。那搿点弄脑叉叉用，国风套中鬼呢？然后换来的主持人，大家过年好，我叫陶中鬼。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下面刚要出场的这位嘉宾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国功夫》？拳王，拳王也出了。这位嘉宾是他名字是叫王飞鸿，中国影视武打明星，苗族人的骄傲。他是一名草根英雄，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到北京，到法国戛纳电影节李小龙功夫秀的总冠军。电视剧霍元甲陈真。都弄没？也可狗包的，几家的？慢点哈。马上开始了。搿点弄脑叉叉用，国风套中鬼呢？然后换来的主持人，大家过年好，我叫陶中鬼。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下面刚要出场的这位嘉宾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国功夫》？拳王，拳王也出了。这嘉宾是他名字是叫王飞鸿，中国影视武打明星，苗族人的骄傲。他是一名草根英雄，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到北京，到法国戛纳电影节李小龙功夫秀的总冠军。电视剧霍元甲陈真，陈真中的主演陈真。一举走红。其实我真的喜欢这个舞蹈。我喜欢你吗？那你更合适去拍电影。还有我们的冠军霍元甲、李小龙颁奖。从星光大道到湖南卫视，再从东方卫视到浙江卫视，一路功夫绝技，小李飞刀，龙魂飞舞。激不倒打不垮的英雄传说，传播中国人的精气神。少年强则中国强，王俊宏、释小龙联袂主演电视剧《自古英雄出少年》，再到《碧波仙子》《泰山功夫》《狂飙之队》等多部影视作品，王飞鸿，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
英雄，从苗乡队到法国戛纳电影节，用功夫展示中国，在中国默默传播正能量，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关于人生路上的孝道和感恩。人生一定要有梦想，坚持就一定会成功。我们马关来说的父老乡亲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好吗？一首再生石油献给你们，今夜再稍微来一点好吗？春节开家做饭正常，你英勇善战为民人扬，那不屈的灵魂，老头是子孙的血脉，你那不畏的青春，将我的苗家儿女升堂。怎么的掌声都没有了？不要梦，不要跪着梦。我是来自贵州的苗族，今天受到我们世界拳王
也是我们苗族的英雄熊朝忠老师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过节，你们开心吗？开不开心呢？我觉得好多人不敢说话，今天过节了不敢说。开心的话就用你们的激情告诉我。演员就像一块砖拿，需要往哪搬？演员我台上一站，你没有掌声我一定完蛋。掌声就是加油站，掌声就是下酒菜，你们哪里下酒菜？哎，还稍微有一点点尖叫声，我觉得可以了吧？我们一起来鼓励我，掌声不断，精彩就不断，因为我除了我之外还带来很多很多精彩的节目，所以需要你们的掌声，需要你们的热情来配合，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不好？好。这话稍微统一下，大家其实呢还不太认识我，感觉好像很生疏。大家上一个月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云南卫视有一档节目叫《让我帮助你》，然后也是录了我一期的专访。然后去年时候，大家都看到我们熊朝忠老师说心里话，他也是我们代表我们苗族，用拳头告诉世界，我们苗族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智慧告诉世界，我们是可以的，对不对？同意一下，对不对？还有这边朋友，对不对？我觉得现在气氛慢慢起来了，真的，今天阳光普照，太阳特别的好。说心里话，每一次我上台之前呢，他们都想，哎呀，飞鸿老师，我们想看到你李小龙的那个造型，想不想干？想。想不想？想。哇，这里气氛啊，说一下，昨天前天我天天演出，气氛都很好，今天是大家太腼腆了一点点了，来，想不想要？来吧，不管你们怎么说，好好的欣赏我们带来的节目。一句话，你们开心了，我们就放心了；你们快乐了，我也高兴了。好了，来吧，我还是把衣服脱掉，不脱掉说心话，看这个怎么看不像猎龙，怎么看都是我们苗族人。我们苗族说呢很强大了，其实在远古的时代，我们一路走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苗族是一个悲壮的民族，从河北逐鹿大寨，我们蚩尤地说心里话，然后九黎一路到江西，然后兵分两路，那么有一部分现在到我们泰国缅甸老挝，有一部分在美国，那么到哪里可以说我们云南省和贵州省是兄弟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说啊，我是来自云贵高原的王飞鸿，都这么说的。哇，那云贵高原很美吗？真的很美。其实说起来，你看我们的空气很好，天气也很好，对不对？对。我把衣服脱了，来给你掌声，好不好？掌声有没有？哇，我也是贵州人嘛，说话跟云南这边差不多。我说话你们该听得懂，听得懂不？听得懂不？有没有呢？哎呀，还是可以。来，音乐老师，你把我的音乐放起来，然后呢，我把造型稍微换一下。其实演员的说心，我在台上也挺不容易的，演什么就得像什么，就得做什么就得换什么，所以呢，把李小龙的服装换上，好吧？说这造型没有掌声说了，
好吗？好。喂，非常的这里风太大，这里连那个接收器有点远。我看这里，哎呀妈，成龙，成龙，李小龙，李小龙，老布，别惹我，轻点，轻点。周云成，哎，累是累了一点，来给你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哎，也特别开心，我一上台就搂不住的那种演员，说心里话，特别开心。大家知道，我们贵州苗族有很多，但是呢，这边的这个欢菜节，说心话，我感觉我连续四天来，我在这边演出了，感觉这边的文化特别好，希望苗族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去。下回我再给好好给我们熊朝朝老师来这里拍一部电影，好不好？好。摇不摇得了？摇得。我说话你听得不？这么的把音乐老师想起来，我看，我们这边习武的人蛮多，有没有谁想要双截棍？想不想要？想。这女孩你想要？对吧？等一下我送给你们好了。来，把我的专辑拿上来，要送给你们。来来上去。这位网友。喂，吴毅老师。好吧。哎，喂，风太大了啊，知道别的。想要吗？我的专辑。嗨，前面。王老师心情不醉不归，心旁有老人留。
身体胖又要活好。下面是我们贵州的苗语。需要你们来宣传，通过你们的镜头，把我们文山的文化，我们苗族的发展艺术节来远近哥哥兄弟，老师辛苦了啊。OK， 来小朋友，好，加油啊！将来一定要孝顺父母，团结同学，一定要成功，好不好？给我说句话，一定要成功，来，一定要成功，来，一定要成功。给大家掌声鼓励。OK， 太棒了，真的。来了，老师，刚才我跟小朋友沟通，我把你忘记了，但是党国人民不会忘记你的，谢谢，开心快乐，开心快乐啊！那个音乐老师准备那个变脸的音乐哈、变脸的音乐，后面那首歌就不唱了，因为节目太多，因为我们熊兆峰老师也来，你们等一下哈、等一下，实在没有碟我就把我送给你们，没事，好吧？晚上慢慢吃，慢慢喝，好吧？来一醉方休，好吧 ？OK， 后面还有许多节目。我的名字叫做王飞鸿，是新北电视剧霍元甲和陈天中陆大的扮演者。我采访一下下面观众，王飞鸿是谁？你是我吗？你确定吗？确定。是哪里的？在云南的。云南哪地的？我在走麻瓜呢。麻瓜子掉麻瓜走嘞，让我们去你家吃饭可以不？哈，我们贵州的苗族和云南苗族就是，我们就喝点小酒，摆点龙门阵的嘛哈。好，送给你，祝你家人幸福哈。OK， 来来来，一张啊，来送给，都给你。对，美女，美女是哪里的？采访一下。你干嘛？文山的。哎呀妈，这太快了，我赶紧送美女吧，要的。好了，哎呀这。我慢点慢点，一定慢点慢点。老师啊，我这边都在颁奖了。来，我们爬杆的有几个真的，我们壮小伙，我觉得特别棒。这么的吧，今天呢除了飞鸿啊，等一会好不好？因为我叠的拉不动，拉了一车过来。如果一个一个的发的话，估计后面的节目都没法演了。一会儿啊，记住我的名字叫王飞鸿。实在拿不到碟的就百度啊，王飞鸿音乐会、王飞鸿电视会、王飞鸿综艺节目，
都会抽出我许许多多的节目，好吧，在这里大家也别把我当明星，别把我当大腕，就是我们苗族同胞，天下苗族，我还有一个王飞鸿是拍电影电视的，好不好？好。哇，天气这么好，现在你看有一朵云把太阳刚刚挡下，你们应该是这个时候你缓一口气来鼓励我一下，也鼓励你们一下，好不好？好。OK， 来进入我们中国文化时代。川剧变脸，是我们苗族，也是来自我们飞鸿影视文化传媒的李永春老师，苗族的骄傲，来变脸，献给你们音乐，走。危险危险，
在这里我们刘老师给大家带来的风格，在这里祝大家的事业爱情家庭永远辉煌，红红火火。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刘老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哇，回来哇，谈何容易，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好 OK， 来给你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这边的好朋友。来，我们右边的朋友给掌声，前面的朋友来掌声鼓励，还有我们左边的朋友，哎，李老师你过来，刚才我在演出的时候你为什么我偏台吗？因为这边的观众掌声比较好，来给你掌声鼓励一下。你看啊，还有一个这边鼓掌比较热情，前面的朋友鼓掌呢非常的用心，来前面的朋友给他鞠躬。来，我们桌上的朋友都是发财的朋友，来拿不拿，哇，都是财迷。 OK， 来祝福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财事业辉煌，爱情甜蜜。大家看到我手中呢拿的是一片树叶，这刚才说句的话，我们刘老师呢可以在这里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变脸是我们苗家的第一个学变脸的大师，同样的他也是多才多艺，我们苗族的芦笙啊，还有傣族的葫芦丝，还有八屋排箫树叶一样都能吹。看到这个树叶，刘老师可能有些为难你。好，我们来音乐老师，先把音乐稍微停掉，我们来一个无伴奏的亲，给大家来，稍微来点掌声热闹，好吧？哎呀，好吗？好，哇，看一下，喂喂喂喂，今天大家是过节嘛，祝大家节日快乐，好吧？来这边，来这边，来我这边，祝文山的朋友节日快乐。这掌声响不起来，这树叶也吹不起来，还可以，来，没事没事，风太大。哇，刚才是故意逗我玩的，对不对？来，所有的朋友就四句话，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开个玩笑啊，真的这么的一发。大龙献珠，代表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进宝，九九归西，这是百事可乐，全是顺心，万事如意。好，开玩笑，这么快可能是。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不是我要的，是他要来给他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的李老师，真的不容易，来掌声欢送给我们的李永春老师。好，接下来时间里也是带来也是我们来自我们贵州啊，也是我们来自云贵高一个苗家小伙高建阳，让你大饱眼福，目瞪口呆，上刀山表演，有请来自央视的功夫达人高建阳闪亮登场，我们音乐老师响起音乐带动来，你们掌声在哪里呢？来吧来吧，有请高建阳闪亮登场。热，这还没掌声吗？我觉得可以了吧，上来 OK， 嘿。
首先检验一下这个菜刀是否锋利。大家都知道，我们苗族人是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上千年的摸爬滚打，有很多的民族民间功夫绝技洒落在大山当中。那今天怎么翻身？我们的高老师再次把苗家的绝技上刀山，摆上银屏，带到大舞台，让大家大饱眼福，目睹苗家的真功绝技上刀山表演。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啊，四把锋利的菜刀分别站在刀架上，我们的高老师，我们的大师现在把鞋脱掉，所谓的上刀山就脚踩上去。我们先来看一下脚下有没有什么任何保护，同时再看一下是不是前脚下面是否安有钢板啊。现在我们的高老师会把所有的丹田力气运到他的手摆，现在准备踩上去的时候，这个节目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小朋友，本节目只能欣赏，千万不要模仿。快乐家人不要拿菜刀，一、二、三，掌声响起吗？刀山行走，爱来不要。其实我们的音乐老师稍微把音乐小一点点啊，小一点点。我觉得每次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都匪夷所思，都让在座的观众朋友都目瞪口呆，我觉得已经 OK 了。但是我们的高老师来说，每一次都说我一定要极限挑战，怎么挑战？就是还要背上一个人要踩上去，我的妈呀，谁敢？我想邀请你来啊！算了，哥哥，我看一下刚才有哪位好朋友，我想邀请一位美女，刚才拿我专辑那个美女，你可不可以上来？对，就是你，戴眼镜，好不好？哇，今天这个造型好酷，你们的掌声告诉我就可以了。来，掌声在哪里？哇，你好，你好，妹妹。哇，是当地的哈，感冒。问一下，你今天和谁来的？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过来的。男朋友没来吧？没有。没有还是没有来？没有男朋友。没事。来，没有男朋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美女，把鞋脱了，有请上刀山表演。不，开玩笑的。我觉得我们苗族真的特别善良。我昨天前天啊，我们演几场上来的女孩，我说呀特别感动我。我说这辈子我是苗族感到骄傲，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而且在当今这个文化大繁荣的情景下，我们苗族文化得到发展，得到传播。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勇敢善良，特别能吃苦。比方说我们的宋朝宗老师，用拳头告诉以前他们说中国人不行的，他就用拳头告诉他们，我们可以行的，我们可以拿冠军的，对不对？这里就是我们的骄傲。以前他们说啊，苗子不能演电影，我说我就能演李小龙，我都不怕，就敢上去，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是可以改变命运。刚才从这美女的身上，我看到出来就是勇敢、善良、淳朴。这个上头，他不管行不行，我来，他就来了。我觉得这个精神就值得我们去，姑娘。这种事情千万不要上去，因为有危险。一旦有什么就，因为还没男朋友，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这小伙也没男朋友。好，开个玩笑，进入个精彩环节啊！我们的高老师要背着你上去，看你的体重吗？体重多少？54公斤。你骗人的吧？一看可能是120的吧。54公斤就是108。108，哇！来，我们高老师平时做的这几天都背80斤以下，中奖了，这回有一个100多斤的，这回挑战一下，来，掌声送给我们的美女，还有我们的高老师，好吗？来，骑上去，不怕不怕，有我在。
抓到了头，没事没事、啊、你别动啊，来来来，不要动也不要叫，你一叫呢，然后我们的高老师害怕，你一动呢，他下面可能就脚下就是恩根的啊，所以这种事情不能叫，也不能动啊，只能说睁大眼睛等待惊险刺激。来吧，全场的朋友，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来，我们的音乐老师把音乐停掉，如果我们的高老师挑战成功了，我起来倒数十个数，好不好？要一起数好不好？来，走，七六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哇，对，好，下来了，下来了。哎，这脖子热死了吧，小伙子？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晕了，闪了腰了，哎呦，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谢谢美女，好不好？晚上我请客，不是我的兄弟曹忠老师请客，我们去他家喝酒，好不好？好啊，好，就这么约定了。来，掌声送给我们美女，送给苗族的美女，同样呢也是来点掌声送给我们的公婆达人高天雅老师，好不好？来，深求大家，让营长降龙十八掌，掌声再次送给高老师高天雅，同样的他也是我们身上苗族同胞的英雄高天雅，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的老师告一段落，下面呢还有我们熊长忠老师的精彩表演，还有好多颁奖献给大家，好吧？广告之后再回来，掌声送给我一下，好吧？谢谢。是真的。你没听说过黄飞鸿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黄飞鸿。下面我们要颁，下面我们颁稻麻花干的颁奖仪式。我们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这分钟了。现在就要颁，就是颁第六名跟第五名的稻麻花干的奖项，然后有请第六名李开红，第五名。李开红、杨发辉，上台领奖。下面我们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把我们的奖品那个证书抬上来，同时有请副会长陶永忠上台为他们颁奖。合影一张。
的，恭喜两位，恭喜两位，同时感谢我们陶副会长。现在我们要颁发的是第四名、第三名和第二名的奖项。有请杨业旺、李应良、杨彪三位上台领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是马冠信。我们要颁奖，就是颁奖嘉宾，有请马方苗学会的副会长王刚先生为他们颁奖。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证书弹上来。有请我们颁奖嘉宾王刚副会长。一张时刻已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后现在我们颁今天的冠军，有请今天的倒拔花杆冠军刘家江上台领奖。我们冠军的颁奖嘉宾，有请四季拳王熊陶宗上台为我们的冠军颁奖。一熊到啊，到了杭州比赛啊，伢子都得会干多的嘛，都难吃豆腐里头了，难吃辣和麻古董了。拳击要一项对抗比较强烈的运动。拳击你的规则，自身都得好很闹，自身都单薄。拿话筒的那个是拳王。好，加油！加油！那不得高头这么多马虎等不得李涛红口子，红口子是叫马虎等，褐色的口子叫李涛Thank you.
看你问不得，看你问不得，大家上山哪敢不得？你们怎么走了？可以，跟你不能背，伢头都去带徒弟个，我都会骂，哎，我都会骂苦，懂不懂你他？亲戚，你把老路恢复，周路恢复，一路恢复，高路恢复，高二路恢复。你把二栋开到这道，老路恢复开到这山，啊。从北路恢复的了，是吧？马山，到单那头伢头都说对，你可以记得上那照相的到，是吧？但是最多开背路面的背都到照相的了，这里到底看到后来认识。第二路恢复开始。好，加油！加油！亲戚手套的说累了，我去了认真才觉得好么？春节的基本动作就是知青、勾青、白青三种拳，跟你随意想打那种拳都可以，啊，都可以随便出去放手放击。如果是哪一个姑弟想上来跟他们交流还可以个。修好翻身，如果想修好上来，我们可以教好翻身，就是翻身，还有自己美女那个想翻身，翻身那也可以上来，也可以教下。如果是有哪些朋友想练拳击，我现在在文山搞了个拳击俱乐部，可以来文山盘龙体育馆综合楼来找我们那边有个拳击训练基地。第二个恢复技术，不对嘛？到今天个段，这段当时打的是不错，没怎么这个倒霉可以搞，这一波走就可以，你就搞得到。快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差了恢复了，噶。第二个恢复开始，
穿红裤子的叫马国栋，穿黑色裤子的叫李涛。喜欢哪一个可以叫哪一个，可以大声的喊。特别是这些美女。哪里的呀？这哪里叫？哎，你不得哪个叫？拳击是竞技力对抗性比较强的，还有。打不得假的都是打真的个，台上是对手，台下是谷底是朋友。走，看你摸摸对，看你摸摸对，看你摸脚趾走，叫谷底朋友。第三个回合要结束了，第八轮回合就是穿最后一轮回合啊。最后一个回合，马上就开始了。第四回合开始。你们也给他们的掌声，他们才有力气。最后一个回合，对不对？一分钟，看你不始终不对，是马上那回合呢结束了，马上基本结束了，再看你不不对，看你不这样子走。
最后一个恢复机制，最后一个恢复机制。拳击是，看起比较凶残，但是实际上对人的受伤伤害，不大，是吧？经常鼻子打出血啊，打眼睛打开很正常的，是吧？都是皮外伤，不得内伤。阿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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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转不得三个老板，都是找我们多转干啥？找一只嘛，找一只小伙子让他带人到一场哦。华南杯要颁奖了，一会现在我们要颁民间艺人颁奖仪式，我们现在要颁的是民间艺人。现在有请马关苗协会的会长，新读协会的文静，同时宣布民间艺人表演得分，确定民间艺人的情况，有请。好了呢，过哈，孟秀辉的兄弟们一号位置，孟秀辉啊，人的兄弟，孟的面前一人的几点，是，这呢，都搞一天了，被我的观测显微。政府一百一十四号文件，相当的好道呢，有毛病猛的传染人。那么我高中，所以相当于努力被通过发表的乡镇，由乡镇推荐努力组织专家认真评审，认真评审呢，已经评审登录。啊，已经评审登录。那么评审登录的进度多难呢？啊，陶如良、莫天书、王有生、杨国兴、张文强、马振斌，是八个。在海边是吧？祥林子、杨文艳、陶如良、莫天书、王有生、杨国兴、张文强、马振斌为马关县城庙村的文件一人。杨一友、向金、熊玉红、陶光勇、王传友、熊金、陶文浩、莫天华。杨新路、杨新勇、李树奎、熊友义、杨光华为马关县民间艺人，是农村这块的。新读完毕。被我从会长夺走夺走，新部的文件，河南杯要颁奖了呀，就是民间艺人颁奖仪式，然后。
前阿伯多年的阶段，到将来这段年的段，一首弹呢，鲁林江啦。下面有请就是向林志、杨文云、陶汝亮、卢田书、王友兴、张文祥、杨国兴、马正斌上台领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民中局的局长王刚、苗徐慧、会长熊天武、副会长陶永忠为他们颁奖。有请向林志、杨文元、陶汝亮、卢田书、王友兴、张文祥、杨国兴、马正斌上台领奖。有请颁奖嘉宾，王刚局长，熊天武会长、副会长陶永忠为大家颁奖。恭喜他们，恭喜他们，同时感谢三位领导。有请颁奖嘉宾，王刚局长，熊天武会长、副会长陶永忠为大家颁奖。
恭喜他们，恭喜他们，同时感谢三位领导。下面有请我们的杨义友、向京、熊友红、陶光荣、王传友、熊军、唐文和、卢廷华、杨新禄、杨新荣、李树奎、熊友义、杨光华上台领奖。我们有请民政局局长徐慧的贵领导为他们颁奖。各位，贵选手，这是我先念到名字的往前一步，然后按照我们顺序，我们为了好颁奖，就是，杨义友。让一悠，让一悠，原来的哦，鲁达呢？啊，我呼召的鲁达呢？噶，呼召鲁达呢？向京，宋元浩，陶光荣，万创优。杨新荣、李树奎、宋友义、杨光华，可以了。被请苗叔回来叫领导，鲁班讲个了不？苗叔叫领导。领导早点想，领导一会儿领导早点想。这个领导走了不？一会儿领导早点想。王创友，你看王创友的。得病了，这个刚才就病。
恭喜他们，恭喜他们，同时感谢贵领导为他们颁奖。现在就是民间艺人，所有民间艺人，现在我们最后的是所有民间艺人上台，所有民间艺人上台，还有各位领导上，就是各位领导全部上台，我们留影，所有民间艺人。一会儿的民间艺人，罗宾山的一会儿刘占英，一会儿刘占英，刘丹丹丹，一会儿刘丹，啊，所有民间艺人还有道袍花杆的所有人员上台合影。最后就民间还有民间艺人还有道袍花杆未获得奖项的各位同志，等一下到我们的这边领取礼份一份，礼品一份。所有民间艺人还有我们道袍花杆的那所有参赛选手全部上台大家合影，还有我们各位领导全部上台合影一张。子弟们，长得像你，长得像你，长得像你就着忙了嘛。子弟起名。哎呀，我子哪里等一下嘛嘞？哦。快点上来。一会儿乱吃嘛，因为请搓搓嘎乱吃，老婆找了上上上啊。就是看回家了。都还没有收会主播怎么办？大家欢乐飞起，文山从文山到了一段叫什么？卢贝湖山沟。大家不得再到。我是那个张总，不想让大家手里上卢贝湖才能当。
耍大肚鲁沙鸟之台家的花生如走引到冷梦冬家古鲁沙大肚到高到左楼家的花生又收引到冷风中家姑奴说多多本来就是看回家都还没有收回主播怎么办广州黄刘贝琴文山从文山多了一度人家说弄刘贝湖刘贝湖山狗多久不得再到我是那个张总不想跟他多久小李上农东北湖才能当耍大肚鲁沙鸟之台家的花生如走引到冷风冬家古鲁沙大肚到高到左楼梅花收又收引到冷风中家姑奴耍大肚收知道高我将高枝开过高路容蒙孤山宝道高阁伯鸟花生又收引到冷漠
这个在和各来会人们主观上陪着多次，弄没活，我先得倒了。一定要坚持住到顶啊，到顶不就开始好了。
啊，我那被打，好像智力都有被人家偷啊，干。哎，莫看了，还有这么厉害的。家中的家丹丹生了地
对山歌。现在开始结束今天的直播了。回家吃饭了。消防过来保护。这里有一对，他们在这里在约会。哎呦，好累啊！今天消防车，
妈妈多少钱一个啊？一下要1块钱哦。啊，不要一个的喽。要光。多少钱？要个就块半喽。啊？要个就块半喽。块，一块半。嗯，要个块半嘛。一块一小五个，一块五个。要一个要块半。一块五一个。一块五，一块五，我帮你付钱了。要这个，那我的羊脸好吃，你要吃？没油的嘛。那是冰面上这个口。有吗？太油了。你吃去嘛，好吃。嗯。不是的，不好吃。好。嗯，有啥好吃的？香脆啊。嗯，香脆。没有啊，快吧，没有了。这2个1块，这3个1块，这边弄有块吧？对呀，我不要吃，你不要吃。要一个吗？还要个？不要，我不要。我。你要一块，你还是要块吧呢？那一还要吗？这几个？嗯，很香。那也香一点。嗯，放的糖啊。啊，你要放糖，放芝麻。嗯。这些。油糖你不要吧？我要这两个。要这两个。你要。那两个大。再两个。两个是。5块钱啊。嗯，这么爽哎！啊，你5块钱还有，还有五，这两个，这两个2块钱了嘛？两个2块钱。3块钱，这两个3块钱。啊、嗯，还有，还有我别的人要我就不找了，还有了，你我就找他们给你快完成过呢。还多嘛？嗯，还多。走了，回家了。